今天稍早，世界百货因为不明原因对顾客进行紧急撤离，造成了不少民众感到恐慌。坊间谣言四起，公司高层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道歉，不料现场竟然发生了惊人插曲。以下由记者为您报道。小李，这下回食堂是呗？你是在哪里找到？我在摒扫这面床脚的时阵看到的。你向我买这双皮鞋，我刚去捡来。美娟，虽然咱是阿婆，不过我是希望咱会当互相尊重。所以以后，请你莫阁抢我孙的物件，好不好？这双鞋是不是你要穿的？阿婆是想做要特别甲收起来。助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问我啊？我来问你，是因为我烦恼你啊？我知道你烦恼我。我承认，我确实有事情问我你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为着你好啊。谁来讲？我希望你只要会记，在我上界路撇上困难的时阵，只有你陪在我的身躯边。所以，若是有一天我会当东山再起，我绝对袂辜负你。东山再起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你莫这么紧张，别烦恼，你真紧就会知影。九里。是吉祥，开门就知影。来啊！清楚啊！无啦，今晚该叫你江太太才对啦吼。所长，啊，恁群艺会啊，今日来个这是有啥物指教是无？同样嘞。恁查某囝也走去世界百货去消费，你遐乱，这个代志恁该知啦吼。我咧讲哦，这唔若严重伤害着我查某囝，目睭是亲门大户啦，把阮带到死面啦，无恁查某囝是安怎？蔡董，小弟呢？你讲阮查某囝去恁记者会安尼乱，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是啊，敢会是有啥物误会？阮无误会。你查某囝把所有的代志讲予每一个人知影，意思就是想要破坏阮盈盈甲袁勇的婚姻。恁做时代应该苛劝伊放下过去，向前行。搁安尼乱落去哦，对大家拢无好处。歹势，两位，我即马真正听无恁的意思是啥物啊？新闻拢报啊啦，把你手机摕出来看啦。什么新闻？我拢一直咧替伊付出，结果一直把我藏起，无想要让别人知影。你敢知影为啥？就是因为我毋是一个千金小姐，我对伊来讲，毋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对象。丁文，你哪会去做出这款代志啊？拢看到吼，恁查某囝当正人个面讲遐话，就是破坏阮查某囝婚姻啦。就问一下，你这做老爸，敢毋免替恁查某囝小花一下？蔡董，阮以为若真正有做毋对什么代志，我回一下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啊，不过我拄则看迄记者会伊讲的话，敢有倒一句话是毋对的？是张云勇无甲阮丽文做伙过，还是讲张云勇？无害阮丽文生一个囡仔，或者是讲，伊娶恁娶个查某囝，毋是因为看到你有钱有人脉，伊会当靠势。
蔡董，我看你这摆表情，我相信你应该嘛真清楚，是安怎这个笨手会坚持要带恁千金小姐的原因啊？所以安尼，我问你啊，阮丽文到底有倒位做唔对？江先生，你话袂用安尼讲哦。今仔日既然袁勇已经是阮蔡家的囝婿，伊用的翁，那呢你的查某囝搁再高高低，迄就是第三者哦。敢讲你这个做爸爸的拢袂要紧？我当然要紧。我靠袂你迄个笨手，会当离我的查某囝愈远愈好。啊，不过就是可惜啊，可惜我这外孙伊的亲生爸爸就是伊。不要跟他有关系，不是这样说就切合你的。是啦，蔡太太，您做父母的都很甘恁家己的查某囝去受着委屈，阮阿母也是啊。当初是张元勇糟蹋丽文的感情，现在只是爱出来面对，对囡仔负责，安尼要哪样算是无理取闹呢？我承认，阮丽文今日真正是太过匆忙，啊，不过伊嘛是为了要争取伊家己权益，敢毋是？即摆恁查某囝是小三啦，恁莫莫甲伊讲伊遐尼啊可怜啦。事实上，伊就是破坏人婚姻的狐狸精，袂见笑啦。你若是无爱互伊哦，去互人骂，你就叫伊莫阁做遐尼下心下贱的代志啊。真相。大姐，我来讲，敢有无唔对？迄个蒋丽文哦，真正欠骂啦！我对伊遐尔好呢，我阁介绍好野人予伊，伊真正唔知影感恩呢。无需要，阮丽文也阁有我这爸爸在替伊烦恼伊的终身大事，无需要一个真正是做人小三的人在遐加好心。你讲较注意，你讲阮某小三啊？蔡董是的。我拄只真正是因为受过冲动，讲唔对话。我第一只诚心向你，还佮李夫人，话是诚实的。你安尼一直甲我看，甚物意思啊？我无任何意思啊，李夫人，刚刚你甲我看了，龙哥哥。你看，伊安尼伫甲我看，足恐怖的呢。唐有礼，阮某讲话想较白目啦，想较歹听啦。啊，无你伫甲上伊上啥物意思？你敢有熟识啊？会头壳要食伊豆腐的。所长，你真正误会啊！我只是刚刚讲我看李夫人，那愈看愈面熟。袂吧？真正甲我认出来？蒋先生，你安尼讲嘛真好笑呢。迄天你来阮家收粪扫的时阵，你就有见过面啊，当然嘛面熟。我讲的不是迄天，我讲的是刚刚足久足久，足侪年之前。无你卡，我有可能甲李夫人有啥物牵连啊。所以，阿伟，你讲甲你有牵连，没有没有。龙哥哥，大姊，我都跟你讲过，这个人哦，比你搁无体啦，什么话拢讲会出来。紧离开家，卖搞有啥物牵连，会衰啦，惊啦。点点啦，你吹啥？蔡董，你的态度已经真清楚啊。啊，不过我嘛有我的立场。今日是一个感情的纠纷，不是咱这老的。安怎讲，就会当处理的，敢毋是？其实这件代志嘛，袂用怪丽文，要怪就爱怪迄个张元勇。伊上个苦啊，是当时去伤害着两个查某人，伊才上个大的罪。阮梅娟讲了无唔对，蔡董若是希望我会当好好教我的查某囝，我顶多爱考劝你，你应该先转去好好教是你迄个囝婿。你用心啦。恁爸囝婿哦，我会甲处理。不过话大家听，谁若敢伤害阮查某囝哦，恁爸就断伊线。
已经是查某人，应该照常处理。我嘛是同款。来，走。看错下这款的态度，应该会去找李文的麻烦啊。我看，咱赶紧把李文接转来就好啊。你放心，从今麦开始，不管是你还是李文，我袂让任何人去伤害你。你是家民主，我会一个一个讨回来。